2016年10月16号，南京菩萨说，好好跟着你师父修行，依教奉行，心灵法门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是众生的，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末劫念及众生之苦及其业力，而随机应事救度普罗大众的法门。凡是诚心修持心灵法门的佛子，诚心护持传承正法的佛子，临终时必祝大佛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乃至根据每个人愿力念力而随意往生任何国土佛国，成就佛菩萨凡众之身。凡众菩萨解释说，指一门精进自修的阿罗汉国位，乃至永断轮回之国位，一生一门精进且诚心修持传承护持者，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亲自指引接引往生西方乃至心灵净土。心灵法门的净土简称心灵净土，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差别，或稍有差别，或随其愿力及念力随意往生任何国土净土，得大圆满功德身，永超六道轮回，亦得人间美名殊胜庄严，为其后人佛子增强信心而表法立法。南无南京普贤文殊师利菩萨月，南无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护持，南无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护持监督撰写此文。师父弟子就把这个跟身边几位同修讲了，然后大家听了之后都非常的法喜，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佛友知道，我们心灵法门不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众生自己的愿力和念力随意往生任何的佛土国土。我已经讲过了嘛，我过去不是已经讲过了，心灵法门都有自己的净土的世界的嘛，非常好啊，非常好啊。